1-800-696-696 多功能宝宝跳跳椅。宝宝的成长不仅指身体的发育，还在于认知能力的提高。惠乐696多功能宝宝跳跳椅，通过游戏让宝宝在发现和探索中学习，集合多种好玩的游戏，培养手眼协调能力，锻炼腿部活动，学会站立行走。宝宝坐在里面，四周都是好玩的玩具。先来看这个五彩的电子琴，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，还能学习数字。在音效模式下按动物按钮，可以听到四种对应的动物叫声：小水牛、小白狗、小绵羊、大公鸡。在音乐模式下按琴键，可以欣赏五首好听的童谣。轻轻转动炫彩球，里面的图案和彩珠会飞快地转动起来，发出迷人的彩光。支架可以转动，锻炼宝宝的方向感。再来按压按摩环和弹跳珠，珠子会向上滑动，提高宝宝手臂的灵活性。帅气的太阳花，五彩的小虫子，可以转动，可以滑动，很神奇吧？更加神奇的还有这些积木，这边按下去，那边弹上来，激发宝宝的好奇心。还有小鸭和小乌龟在玩跷跷板，看谁跳得高。聪明的乌龟小镜子，宝宝可以透过美妙的音乐陪伴中安然入睡。惠乐多功能宝宝跳跳椅，全新。